他要打一个不一样的选战，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，我们这几天看到的，他还是因循的国民党打选战的这一些做法，造成对立。没有打蓝绿对决，因为蔡主席讲了一个维持现状，我就不得不说，你这个维持现状是假的，因为你这个维持现状是空的。早料到市场不可能任务，但朱立伦却没料到，对内家人也在闹冷战。我只能说，下辈子你重新选一个先生吧。你这样跟他说？是啊。你这样跟他说，为什么？ 低头哽咽，对太太有亏欠。这场选举，朱立伦里外不是人。记者台北、台中综合报道。